上地熊，因为等等，我们的队列很热情，很热闹。而且我们现在的极光号跟木星号哈，这个都已经40年以上，然后我们的 PP 列车都是大概30年左右。那因为过去台铁的车种太多，它包括维修跟营运都有困难。 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把车种啊尽量简化，变成未来变成两种，一个叫城际列车，就比如说 EMU 3000，普悠马泰鲁格，那另外就是一个区间车，就是 EMU 900。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简化哦，事实上对于台铁安全感也很重要，就是说不会在维修上面，因为那个车种的搞错，或是说在 整个轨道运行上太多的车种，就变成他们运营上非常的困难。所以我们现在大概12年以前会把区间车全部到位，大概53列，然后在113年，就是今年的EMU 3000也全部到位，所以我们会把大部分的车子就在这个时间就把它替换掉，希望从车的这个安全，车的这个感觉来做这个台铁安全。